儿童抽动症状应该怎样处理？我儿子13岁了，多年前开始眨眼、抽鼻子、清喉咙、扭嘴巴、摇头，经过多方面西医检查、吃药无效果。这个月有缘认识原始点，请问我应该怎样处理好？好，我们还是一句话，所有疾病皆因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。好，那看起来他的所有问题都集中在头部，所以还是以头部原始点，还有要按推，然后再来热源，要补充。那这个前面他们也有类似的问题，事实上也已经回答到你这个问题了。那至于西药为什么无效呢？很明显嘛，西药寒凉嘛，第一个不能补充热能，然后也不能解决体伤。如果他吃了能够暂时控制症状，那也只是控制啊，他是从果解症啊，也何况是无效，又不能解症。那如果解症，你也不要高兴，那只是暂时控制，那你体伤没有好，你可能就要吃一辈子药啊，越吃就越寒。所以真正能够从因治病的，我看还是从原始点的头部体伤还有热能不足下手吧。好，我就回答到这里。